小姐洗抽油烟机呢啊，看看，给我十块钱。十块钱，行，一会儿给你啊，好好干啊。必须给我洗干净了啊，洗不干净不给钱啊。好。这个排班长现在可脏了，油直往下流，不好洗啊，这油都渍住了，不好弄是吗？嗯，太多了油，还不好下手。好，咱们洗个大概吧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冲一冲，干净了，太干净了，比之前干净多了，没那么多油啊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去一个粉丝家里头摘菜去。哇塞，大棚啊，这里好暖和呀。我的天哪，春色满园呀。太暖和了，这里头跟现在不一样的感觉啊。是啊。这什么菜呀？那是小白菜啊。这个叶儿不带齿儿，小白菜的叶儿是带波浪的。不是，看人菜种的挺好的，都不舍得摘。感觉好像还没到这个摘的时候呢，是不是？刚才看也有点像蒿子杆，但是应该不是吧？这黄汁见得多。啊。黄汁儿。啊。这双面。那我要拔了啊。拔吧。这一个小生命，一个小生命陨落在我的手内。这个小白菜扎在碰到手上还有点痒痒刺痛的，你看你仔细看这小白菜，还真是还小刺儿。你看这个是那个白菜一个小苗，刚开始长小苗不就这种形状吗？就心形的，然后长大就变成这样了。这大剪子也太好吃了。剪一剪，把根剪掉。小葱挺好。什么？菠菜。今天晚上鸡蛋炒菠菜了啊。行。韭菜啊。这这么小小韭菜。我闻闻。行，挺有味儿，挺有韭菜味儿。真是挺细的。够了够了。够了够了。太多了。哟。怎么了？这么快它就蔫了，你看。热的。晚上赶紧把它吃了，咱们摘这么多菜。还有这葱。哎呦，这还一兜呢。哇，这葱的味儿也太冲了吧！好东西，是纯天然、绿色食品。晚上赶紧吃了。几种菜啊？小白菜有菠菜吗？有啊，要菠菜。咱们赶紧去取快递吧。行，我去取快递。跟我看一下有没有快递。OK， 取到了。一会儿到了露营地，咱们看看是什么。这回要把去西藏的时候要把东西给准备充足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露营地了，咱们打开这个快递看看它是啥。啊，就那个润滑剂，还有一个板蜡，这个干嘛使的？买这个东西是为了这个，买这东西是为了给这个窗户，这个窗户特别紧，就是咱们做饭这个窗户。我们这个车里头好几个窗户，但是就是这个窗户特别紧，天天拉它都费劲。小姐可痛苦了，拉这东西。看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看，就到这儿，就开始聚紧了，就得使劲拉了，啊，所以就是买这个目的就是把这个润滑一下。听朋友说用这种板蜡比较好，咱们试一试。不过它也太大罐了吧，这两罐太占地方了吧？人家说了，时间长了就是这个胶皮它就会老化。它就会特别涩，是吧？这是一个经常用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所以咱买一个试试吧。先给它扣扣泥儿，扣完泥儿，然后再喷这个板蜡。这怎么用啊？这东西好不好用啊？是不是这么喷呀、啊？哎呦，哦，不是泡沫呀、啊，是这玩意儿啊。嗯。有味儿吗？有。香吗？杀虫剂一样。为什么这种东西都是这种味儿呢？不知道。那个窗户要不要喷点？不用。哎呦，接收小队看，我挺多地方的墙，还是挺紧的。
好像不是太管用啊。你看垃圾吧，太喜欢，看见了吧，朋友们，就这么挤。它不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。是不是得等一会儿才能有作用呀？喷上就好使吗？不知道啊，那得拉一拉呀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等一会儿，让它往，然后你就往玻璃上喷，然后往下流。不行啊，兄弟们，没戏。板蜡，然后这个润滑油，不叫润滑油，润滑剂都不行啊，都不好使。朋友们，还有没有别的招啊？是不是得重新换这个框了、啊？真的太紧了，管点用吗？管一点，就一点点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。该不好拉还是该不好，你看，看了吗？我都是这么推这玻璃，还是非常紧。得嘞，就这么着吧。嗯，今天祥姐突然早上起来开始锻炼身体了啊，在这压腿呢。不是突然啊，是我那昨天直播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我这个肚子上肉太多了，我要进行15天的健身计划，每天早起1小时。那我帮你记录啊。啊，现在看一下我肚子的状态。也看不出来啊。能，我侧面来，侧面展示。来来来，展示展示。两层，这儿一层，这儿一层，有这么一点点吧，这还一点点。行，看到吗？大家见证啊，见证祥姐15天的减肥计划啊，看看这肚子能不能减下去。嗯，我们这个煤气罐今天也没气儿了，今天准备叫煤气，然后现在用电磁炉煮个面吃，所以说车上还得多备几个炉子，是吧？万一哪个不行了，哪个不好使了，赶紧换，不然你就没法吃饭了。哎呦，屁股上的肉都你垫起来的，太肥了。双脚叉开，与肩同宽或者是略宽，这个动作有点夸张啊！把你们的双臂举起来。想象手中有一个大盆，然后你去舀水，这样子，看好了，也是，往后仰，然后再有多低就多低，然后再有多低就多低，最好手头碰到地，来了，祥姐摇身一变，从一个自驾游改吃播，然后现在又改一个健身。健身主播，妈呀，这什么呢？女孩来呀，一起运动啊！每天跟我做，天天5分钟。耶！把煤气换一下，把煤气放在这柜子里。哎呀妈呀，我的斧子！看这里边的东西，这是那个40升的水袋。是吧，你们不是说让我买这水袋吗？这不是吗？40升的，千万不要买这种40升的，太大，你放满了水，你根本滴了不动。这是倒扣，这回用的干净吗？这回啊，嗯，还是有，啊，还是有。得嘞，不过比上回好多了。来啦。这回好找啊，天天溜达的挺好。好嘞，等你拿钱去。嗯，谢谢您。啊，这罐还挺新，这罐。是啊，又来个新罐，谢谢哥。没事。哎，每次都纠结这个罐子新不新，跟得了一个宝贝似的。对，又不想要个新的。你知道咱以后到了别的地方，就没法，就可能有的地方都不。就直接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不是灌了，就是灌了。那最好。对啊，所以要有一个新灌比较好。嗯，有的他们不给换，是那个灌不是他们生产的，他们的货他们就不给换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想想，今天早上起床锻炼身体，顺便呢把这个煤气罐也换了。我的床。
看咱们祥姐啊，有把子力气啊。可以。可以啊，这力气，这可不是空箱子啊，搁了一堆衣服，挺沉的。我刚才搬下来，我都觉得沉。咱祥姐啊，还是有把子力气的。我跟你们说，100斤的大土豆子，扛在肩上就走，真的比我还厉害呢。刚才刮了一阵大风，把这椅子都给吹飞了。看看这天空，哇，那边起沙尘暴了。这个板子还行，5-6级风没有问题。6-7级大风，刮沙尘暴了。